大家好，我是大野猪，我们又见面了。野猪每天会为您带来新的元神资讯及福利，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近日有两张关于神里灵人的头像和例会上了推特的热搜，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的转发和点赞。不过这并不是什么官方的，这只是一位玩家自己做的同人。这张头像图做的还是很不错的，有模有样的，第一眼看上去感觉啊，确实有点像。接着来说一下今天新开的活动梦里生花。在之前我还担心这个花架只能拥有一个，结果发现其实是三个都可以拥有的。梦里花是可以互相赠送的，点击这里就可以赠送了，然后这里是接收，这里还可以求赠啊，我需要什么啊，确认。这里有一个奖励，就是需要求赠一次才可以获得的。接着是关于种子详情，这个梦里花只能种在枝田，其他田暂时是不能种的。种下去以后得到的花是随机的啊，大家可以看到。那么时间的话很快的，十分钟就可以成熟了。同时记得向好友赠送一下，这里也有奖励可以获得。另外还有一个快速完成这里获得梦里花的方法，就是找一个好友互相赠送，你送给他，他送给你，然后就可以快速完成了。我只种了四朵，但是已经获得了六朵，多出的两朵就是别人送给我的。至于田的话，直接找成歌湖的阿元，点击洞天白宝，点击洞天真物就可以购买了。至于其他普通种子的获得方法，就需要到期声望到达三级以后，完成一系列任务获得化种匣才可以了。这里提醒一下各位防沉迷玩家，前瞻直播的300原石兑换码大概是在8点40分左右放完，而有效期只到明天中午12点，所以大家一定要在9点以前把这个300原石兑换码给用掉。野猪会在第一时间把300原石兑换码发在动态，大家一会儿过来拿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是在前面的烤鱼活动中，派蒙的表情包正式上架米游社，就是这一些啊，都非常的可爱，哈哈。尤其是这一张啊，尤其是这一张。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野猪衷心的祝愿所有点赞投币三连关注支持野猪的大佬新版本欧气满满，心想事成，把自己想要的角色武器全部带回家。我是自由大野猪，每天会为您带来新的元神资讯及福利，谢谢您的关注和支持，谢谢。